亲爱的老公，真爱是两个人在一起，经过时间考验和重重关卡，还可以一起快乐，一起悲伤，彼此不放手。因为这样证明了，这份感情才叫做真爱。这段话完全说明了为什么我想嫁给你。Something about you here and now is making all these words. 太可爱了，好可爱，对，可爱的包啊，哎，恭喜恭喜哈！你做亲妹，最近有没有？ Why not make this moment last? Just be with me, right here with me. Close, so close.第一六行回去，哈你较幸福。啊，谢谢。代代出好家事。好，祝我们心想事成，每天开心快乐，然后一起白头偕老。谢谢老公。赞同。老婆，还记得2019年9月5号，我自己偷偷飞去新加坡。你当时还传讯息跟我说，如果我来新加坡玩，你来带路，放心交给你。结果我马上就出现在你的身后，我一定会永远守护你，让我们一起克服各种难关，一起欢笑度过未来的每一天，一起为我们努力。李雅玉，我爱你。第一关是回忆录，按照时间发生的顺序把它排出来。这有那么前面？这个好，往后算，花莲应该蛮后面的。但是直接提吧。啊，这边应该是这个。那基本上好像错了一半吧。第二关呢是20题问答。OK。新娘什么血型？那个。新娘家燕巢门牌号码。99。13多。两位数。16、15。答对了。第一。啊。香的。哦。5个优点哦。长得漂亮又很亲切又很贴心。犹豫了，很大方。老婆叫我时要跳起答右，快跑现身，不得有失误繁忙之行为。老婆上菜时要赞不绝口，多吃几碗，不得有偏食挑饭之行为。老婆不在时要朝思暮想，守身如玉，不得有偷鸡摸狗之行为。老婆失眠要彻夜陪伴，帮忙数羊，不得有梦见周公之行为。老婆，我要进来了。老婆，我爱你，我愿意陪你白头偕老，终身一辈子。你愿意跟我在一起一辈子吗？愿意。我们一生中有许多伤痛，无法一个人承担，所以我们才有家人，才有朋友。我比较贪心一点，我希望你是我的家人。吵架的时候我很机车，但你却在我最不可爱的时候依然爱着我。你会在我想家的时候开车带我回燕巢当女儿贼，然后顺便买你最爱吃的蛋蛋汉堡。看似平凡，但我却觉得好幸福。我也会牵紧你，照顾你一辈子，因为我是你的牵手。我爱你老公。Edges of all we've been through, everything beautiful comes into view. I see what the headlines could never report. You are what's good in the world. When I
互相互爱互谅啊，共组一个家庭啊。往后就要互相照顾啊，多包容啊，还要幸福。Today, I am thankful for you. 先谢谢爸爸妈妈把雅玉抚养的那么的健康孝顺，然后往后的日子就搞好哇，我会好好照顾，好，然后陪伴大家，然后陪伴爸爸妈妈，然后雅玉，好，然后一起白头偕老，过一辈子，好。够两个姐姐陪我大汉，啊，自细汉到大汉，不管是读册还是用，拢无我欠过。啊，我大汉了，我代志才知影，照顾一个家是真辛苦的。啊，我一个好汉有孝你，啊，你妈的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痛的彼此，最珍贵的礼物呢？那就是余生的相伴。你愿意让他成为你终身的伴侣，你唯一的真爱吗？我愿意。愿意。